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梁宗昭医师。在有句台语呢，说“肝脑好，人生是彩色；肝脑不好，人生是黑白。”大家知道，台湾哦有300万的 B 型肝炎的代言者，也就是每8位呢就有一位是 B 肝的代言者。过往呢可能没有什么良好的药，但是因为药物的进步呢，现在对肝炎有非常好的治疗。今天很高兴为你邀请到的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肝胆肠胃科的主任胡志堂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胡主任你好。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在节目进行之前，首先介绍我们坚强的科研团队，首先是我们的王立信副院长，肝胆肠胃科的陈明杰医师，林正雄医师，余浩俊医师，罗文玲医师，洪瑞胜医师。观众朋友，如果任何关于肝炎的问题，欢迎扣印0385613337。哎，胡主任哈，你那个讲那肝炎的哈推广啊的多久了？我觉得这个肝炎在台湾真的是一个比例很重，这个国病哈。基本上我从住院医师时代就注意到这个病毒，好像已经20-30年了。对。可是里面哈很多肝炎里面，你又特别哈重视 B 型肝炎，为什么这样？因为肝病毕竟是国病，那很多人的心态认为说啊 B 型肝炎好好共存，哎，它也不会治愈，那只要好好的睡、好好的吃就没事。其实这个观念是大错哦。错的因为这个错误的观念哈，很多发现都很晚哈，是，但是呢，早期的追踪呢，也能够有很好的效果。很重要，我们看这一段 VCR。去门诊看报告啊，结果就发现长那个肿瘤。哎呀，都医生讲爱开刀，我都讲爱配合了。67岁的赖先生在2010年9月时，因为肝癌进行手术治疗。第开的时候，我都嘛是紧张啊，紧张啊，拢遐慈济不是拢有遐安尼什么佛像啊，就会祈祷一些。许多肝癌患者发现时已经是癌症末期，而且2/3不到一年就可能往生。赖先生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定期追踪才能提早发现2.3公分的肿瘤。产生肝癌不是绝症，我们越早发现，也许它这个肿瘤还小于3公分，小于5公分，一颗我们提早发现，把它开刀拿掉没有问题。经由手术之后，它的存活率会是多高的？几乎是95%以上。赖先生是 B 型肝炎的代言者，在台湾大约有306万人和赖先生一样，都是肝癌的高危险群。一进行到这个肝硬化的时候，就有点太晚了，有点太晚了。连我们医生遇到肝硬化，尤其肝硬化已经有失常。肝硬化的失常就是代表说病人已经有腹水了或有黄疸了，这个时候治疗效果很差，你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耳熟能详的名人都是因为肝癌而往生，精彩的生命只能写下遗憾的句点。民国100年，台湾因为肝癌、肝硬化及慢性肝炎死亡人数为13154人，也就是每40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肝炎往生。肝脏这个器官真的是不痛不痒，这个病没有感觉，沉默的器官。你的肝有发炎哦。如果它有声音了，会让你不舒服，已经是末期。很多病患就是这样一来，超音波一照就是10公分。通常就是平均寿命就剩下6个月的时间。肝癌人数中有80%是 B 肝代原者，代原者罹癌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50倍，但根据调查，其中有50%从来没有做过追踪检查，所以只要能及早治疗 B 肝，就能够有效地降低肝癌的发生率。吴主任啊，那肝病我们知道它是死亡就疾病里面的前几名了，为什么会这样？就刚刚有提醒大家，就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和平共存，那没有症状、没有不舒服、
不用看医生、嗯、我们一再劝导各位一定要定期追踪，一定要知道说 B 肝有没有带源，这个非常的重要，它就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对，我知道哈，像大家有时候休息啊那就好了哈，其实定期检查非常重要、嗯、那它为什么这么可怕呢？你好像有带一个道具，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对啊，这个道具其实真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个演变哦。如果我们有正常的一个肝脏，它就像这个肝脏的表面一样，很平滑、很光亮。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一个 B 型肝炎，如果它持续的发炎，那会有很多的白血球、很多的纤维开始累积，肝会慢慢出，越来越粗了。那等到肝硬化的时候，就像这个苦瓜肝一样，几粒几粒哦，整个肝都有点萎缩。那如果再不治疗，肝硬化就是肝癌的前期的、哦、演变成这个有肿瘤的一个肝癌的状态、嗯、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是肝癌的三部曲了哈，肝炎、肝硬化，最后就是肝癌了哈、嗯、当然我们知道这三部曲看起来很可怕啊，那我们如何来早期发现它？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这个外观甚至内观、嗯、就是这个肝脏很漂亮，才会有很好的健康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发现有 B 型肝炎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找出来，确定它的病毒的数量，确定以后呢，这个是否会用目前很多抗病毒的药物来治疗，让这个病毒不再产生生小孩哦，不再越来越多的病毒，那不会演变成肝硬化的时候就不会肝癌啊、哦？对，就中在中间就把它阻断掉了。阻断掉。那我们知道肝癌是大家最怕的了哈、嗯。那我们是不是把 B 型肝炎治疗完以后，那它就不会再得到肝癌？其实目前已经非常的进步，现在的这个抗 B 型肝炎的药物，它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病毒哈不再复制、不再越来越多以外，它有调整我们的免疫系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来攻击这个病毒，把病毒赶走，所以双管齐下。而且现在检验技术也越来越进步了哈，像以前我们哪有测什么病毒的量啊？是不是？定期回诊里面病毒量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从来没有检验过的一定要知道说你的病毒量是高还是低、嗯、病毒量越高你的风险越高、哦、病毒量越低甚至验不到，就是所谓的健康带源者，它的风险是降低很多。不像以前我们只是说啊肝指数啊这样，现在已经可以精密到这样的程度。是那定期的超音波大概要多久要做一次？我们大概在目前国人的超音波，我们每3个月是针对有肝硬化的病患、哦，那每半年是一般这个带源者必须要半年追踪一次、嗯、但是如果我们要积极一点，看起来肝脏已经有点纤维化了、哦、3个月追踪一次是比较安全，比较安全的。刚才赖先生哈，其实是你看刚才说10年了哈10几年，然后后来演变到肝癌，还好你有用超音波定期的检查才能够挽救生命嘛。我们来看这一段维西亚。在花莲港务局工作的赖先生负责港口关税的工作，一直以来工作和身体状况都很稳定，从来没有大毛病。我都拢身体还好，就健康检查拢没去做。直到父亲往生后，让他体悟到人生无常，也了解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你当我爸爸大肠癌归心了。啊，家里就讲啊，你嘛紧去检查嘞。他到花莲慈济医院进行全身性的健康检查，意外检验出 B 型肝炎，病毒数量远远超过标准值。你超过了标准值啊，一般我们说超过2000个国际单位，这些病患用药，他病毒可以在1个月的时间马上就验不到了，这个风险会降得很低很低。什么很低？肝癌的风险会降得很低。为了管控健康的风险，赖先生每次回诊用药后，都会为自己与 B 肝病毒的这场马拉松赛跑写下详实的记录。这个是第六课，是第9次。你安尼感觉等于写日记一样，自己替自己加油，靠信心啦，那个。靠信心。定期吃药，定期回诊，过了12年，平静的日子突然发生变化。因为医生叫他做那个电脑断层啊，好不好？照那个才发现的。在那个电脑上面看，他说2公分多了。那我一想说，2公分多才是初期嘛。如果有肝硬化的病患，基本上我们要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感的意思就是说，哎，他会不会有所改变？从他的一点点数据的改变，或者是从超音波里面觉得说，哎，
跟这个三个月前有点凸起或有点不太一样。它长在那个肝的最下面的地方，它等到你差不多看得到，它恐怕已经长到很大，很多都是整个都血管里面都跑进去，都转出去，那个就是第四期。早期发现肿瘤，让赖先生能够早期接受治疗。赖先生说，进手术房睡了一觉，除了肚子多了个疤痕，身体的健康就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的影响。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我们会因为体内的一些肠道啊、胃啊里面的空气挡住我们的视野，那哪怕那个5%那个点差不多看不到，电脑断层一定看得到它。啊，早发现就感觉讲，今天又活一天，好像赚到一天这样，真的是很幸运啊，所以要感谢胡医师啊。赖先生笑笑地说，自己是幸运的，但这幸运是因为10多年来医病之间的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对抗鼻肝病毒，提前帮病患发现，而不会造成说发现的时候已经10公分就来不及。这医生安那讲，咱就安那配合就好啊。哎，我想是最好的方法了。胡主任，那54岁才发现他有 B 型肝炎嘛，追踪了12年发现肝癌，那54岁发现会不会太晚了一点？说实在有点太晚了。理论上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越容易排除病毒，对，效果越好嘛。对对对，我知道你每年在你门诊追踪的1000多位的肝炎的患者嘛，你曾经我听说你在1个半月内就发现了13个肝癌的患者，怎么那么可怕？其实是有一点那个骨牌效应，就是说当我们发现了一个肝癌，那或者是从外地转来一个肝癌，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它，我们还是用我们所了解的目前全世界最好的治疗的方式积极的帮他治疗。其实有一些病患还是很奇迹的，那个5%的机会，他反而是外地认为不会好，他反而就碰到了，我们没有放弃就好了，对，就好了，稳定了。那他别的这个县市有时候就会听到，以后又会跑过来，那一传一再传下去，有时候就会很多这样的病患就来，所以短期间就一堆嘛。对，当然越早治疗是越好了那我们现在讲一个2000的国际单位，这是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法。我看影片里面还有30000多对，是跑得非常快，是不是？如果超过2000就需要治疗？目前这个是健保局的一个准则。事实上，病毒最好是零，最理想的是完全验不到病毒，是最健康的。对，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就像你刚才超音波，这都要经验的，怎么样来判断？它 something wrong 有哪些问题？要提早做，像。也不能每个都把它切电脑断层，什么时候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其实我们真的要想说，当医生就是要帮这个病患他不知道的事情把它找出来。那超音波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工具，在我们跟他聊天问问他最近怎么样，好不好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这个检查，也保他的健康。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把一台超音波放在门诊，很方便病患下班后来看诊，赶快找出。做一个扫描，让他心安，我想这个很重要。对，我知道你隔壁我看就有白台超音波嘛，对，你发现有问题，随时帮他解决问题。对，那我们赖先生他刚才很客气就说他是不是有点蛮幸运的就是可以这么早的发现。对，我想的确就是我们要很警惕，要很小心，不要以为他这个都讲话饮食睡眠都很好，那但是我们永远想说会不会里面有产生一个小肿瘤，这样的心态很紧急的心态，战战兢兢的心态面对这个 B 型肝炎病毒才是对的。其实有时候已经看到黄疸看到腹水的时候，那已经是比较晚期的。对，那我知道我们其他肝不好大家都想到不能喝酒，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呢，像不新鲜的像有人偏方草药那些，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提醒一下哪些不能？像你在前面有拿个草药，我们有说实在草药有它的功效，我们有很好的中医师来给我们搭配这个草药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不了解它，我们为了要保肝，但是对于病毒如果是没有效，反而会刺激病毒的产生更多，这个时候反而是适得其反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配合良好的中医师，但是不能就是说道听途说，对对对，来用这样的一个产品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黄曲毒素大家都知道跟肝癌有关系，那我们第一个会想到一些花生酱，尤其是不新鲜的，你是好像也跟我们在观众朋友在提醒你。对，其实我们台湾地区算是比较热的地区，尤其夏天的时候，像一些这个罐头食物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放了很久的发霉的，或者是你开了以后我们要冰起来，有时候可能里面上面已经塞钩啊，对，已经有挖掉又继续吃，对，千万不能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它新鲜，千万不要说放很久还拿来吃，因为黄曲毒素就是治肝癌的一个毒素，它在高温的情况下是不会被破坏的，所以只要放了很久就不要觉得很可惜，然后就赶快丢掉，要不然会致癌。而且大家哈都会想到肝癌好像都是大人才会，其实小朋友也是非常危险，我们来看这段会吸啊。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却让萧弟弟历经了一场生死劫难。会热，会晕，吃东西会吃不下这样。那我就发现他的眼白是黄色的，那我们就要求那个住院医师帮我们验一下他的那个肝指数。因为萧爸爸是B肝的代言者，萧妈妈平常就会上网浏览肝炎的资讯。萧弟弟出生时也接种了 B 肝疫苗，但突发的猛暴性肝炎，检验出的肝功能指数都超过标准，让萧妈妈百思不解。疫苗有打，那为什么他还是这样？然后我们也接着就把小他弟弟抓去验，看看有没有抗体。他有打疫苗，为什么还会这样？因为疫苗不是万灵丹，不是每个人对这个疫苗都会产生抗体。抑制住爆发的肝病后，萧弟弟就和爸爸一同为对抗 B 肝病毒而努力。治疗会加快好的时间，因为目前的药已经可以达到说促进你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只是时间一久，有吃药没吃药好像都一样，是许多 B 肝患者共通的想法，因此常有人轻忽大意而自行停药。其实太紧了，变成说会以为都没有什么作用，不习惯了，会不要吃这样子。就要上学的时候，妈妈就说快一点，然后就直接跑出去了，这样就忘记。自动停药两个月的萧爸爸，看着飙升超过标准的肝功能指数报告，自己也吓了一大跳。然后我自己也是吓到，阿胡医师也吓到，然后再继续，我就再继续正常，然后指数全部都掉下来了。肝炎病毒越少，代原浓度就会相对减低，能痊愈的机会自然更大。但若中间有喝酒、停药、抽烟、过度补中草药、维他命等，都会影响即将消失的病毒浓度，甚至可能导致反弹而发生遗憾。国内的健保是给3年，3年就必须要停药，要么你要自费，所以很多病患选择停药。一停药以后呢，几个月内、半年内几乎都复发，有一些是猛暴性肝炎。有病却没有感觉，这就是肝脏沉默的可怕。发炎走过这条路还是会看到痕迹的，跟完全没有发炎的肝脏还是不一样。肝脏应该像肠壁这样子没有颗粒的，它是有颗粒的。从他肝脏还是看得到有一些很轻微的纤维化。每到固定的时间，全家就会一起到医院做检查看报告，就这样与医师配合了6年后，终于带来了甜美的果实。直到去年去抽血，然后等到我们回去检查的时候，护士跟我们说他完全没有那个病毒。你想说怎么可能？这个就是零，就是代言消失了。代言不见就代表他的 B 肝目前已经消失掉了。B 肝病毒归零的检验报告是上天给萧弟弟一家人最美的礼物。奇迹啊！真的可以讲说，本来他一辈子可能将近要面临到过去。如果没有治疗的情况，他面临到可能会慢慢，他随着他的年龄会变成肝硬化嘛，肝癌等等。那现在他早期就把病毒已经弄掉了，他有抗体出来，这个小孩子很健康，很健康。那他以后带来给他的家庭呢，绝对是幸福，绝对是一个健康的家庭，他不会
中年的时候倒下去。其实只要疫病之间好好配合，定期吃药，定期回诊检验，治疗鼻肝，解决肝癌真的不难。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只要有鼻肝，它该达到治疗的水平，治疗的这个准则的时候，一天一颗是很重要，比你那个健康食品一天一颗还要重要。胡主任，我知道你每年你都会看到一些小病患，而且已经得到肝癌，这么小的病患为什么会得到肝癌？通常是妈妈疏忽掉，而且国人这个小孩子通常都有打疫苗，但是因为那个疫苗大家都觉得说既然打了三针一定有保护力等等，其实那个疫苗只有八成的这个效果，还有两成的小孩子是还是变成带原者。那如果他的体质他的免疫系统不好，这个病毒也很强，它很早年就肝硬化，也许不到十岁五岁就肝硬化，肝癌产生在很幼年的时候，在这个中小学就产生，完全不知道会，当妈妈真的是吓一跳。对，以前我们在小儿科病房癌症最多的就是白血病嘛，对，还有一个就是肝癌，当然现在疫苗比较好了啦，所以可能就减少，但是还是要提防，尤其妈妈是带原者，垂直感染也要非常小心。对对对。可是我们就担心我想打疫苗，大家也不，可是怎么知道我小朋友也到底是有没有？所以必须要到医院检验，说确定他有没有带原。那如果是带原，一定要定期追踪。对，如果抗体不够的话，要补打一个疫苗，看看抗体会不会冲上来这样子。现在国内我知道，因为我小朋友高中，我知道他有时候是高中以后才发现嘛，所以其实如果有那些高危险群有时候其实可以问你们小儿肠胃科或者你们肠胃科，对，看看该不该先测，要不要补打，当然越早补打，像这个肖小弟就不错啊。对 对, 對，像刚才那个赖先生，他就比较晚嘛，对 对, 對，最后还是虽然发现的早，不过毕竟也是有得过肝癌了。对对 对, 對，那但是很麻烦，就刚才看就像我们高血压有时候会停药一样，这有些病人也是觉得吃好像有差吃，因为你刚才说吃跟没吃其实差不多嘛，当然可是体内的病毒会变化，那就自己去吃草药去吃这个有没有可以跟观众提醒一下？其实目前的这个抗病毒的药物的这种效果非常的好，那当然他没有感觉，但是他对于我们的病毒完全是让他全部是验不到的，所以这样的效果我们没有感觉，但是我们一定要很相信专业，相信专业的这种对你的解释，而不要相信一些这个完全偏方我想这个是配合医生非常重要。对，刚一个成功的案例是肖小弟嘛他不但病毒降到零，那刚才跟你私下谈说他自己也产生抗体是不是这样？这样的病人是不是越小很有机会？越小治疗也许他越有机会，但是这样的数据目前是不多，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积极一点，那从不一样的角度，那观念里面就是说没有病毒没有细菌身体才是健康的，对，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才是正确的。对，那像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像肖小弟他就不会复发了吗？很少部分的会复发，所以我们虽然说有抗体出来，还是要继续追踪，定期检查。对，那现在我们就很担心了，像我如果健保我吃了三年的药，我的病毒好像也没有降到零，还有一些病毒的话，那到底要多少才要吃呢？还是只要追踪就好？如果他的肝指数 GOT-GPT 是不高的，通常我们建议他是继续追踪，但是如果有迹象高起来，一验病毒很高，赶快就要用药了。对，而且现在B型肝炎的药很多，我看好像跟高血压一样，是不是已经有五六种？追踪不太困难，是不是？对，不太困难，而且药品很多种，我们不用担心抗药性的问题了。OK， 那就是像他是每天这样一天吃一颗而已吗？对，一天一颗保你终身。对啊，其实当然最重要的之后的肝指数的追踪、病毒的追踪、超音波的追踪，都要在肝胆肠胃科追踪了。对，今天其实很谢谢胡主任，已经推广了二三十年B型肝炎，也抢救了非常多宝贵的生命，谢谢今天胡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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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